来的车子大概有250台，那过去的会师呢，或者是活动大概都是100多台，我们这一次是最多的250台来。现在你现场看到的车子大概，价值大概在超过2亿的一个价值的车子，在这个地方做聚会。今天最早大概几点就出门要来加油？我们今天大概北基他们是从这个5点6点就开始驱车南下了，都是很辛苦。一路杀下来，一路杀下来，过程还有下雨，但是我们对这个其实就是不怕下雨，就怕洗车而已。但对于下雨骑车，我们还是很热衷的。对。